做了一个假动作，看一下慢动作。嗯，哇，那个手肘啊 ，Airball 的这里哈，三分气，这一次不想客气了，刚刚那一次太客气，对，其实可以出手。哦哦哦哦哦，现在拦底下，球砸他哈，嗯，这个已经有冲突出现了，今天跟布拉，对，没错。裁判把双方架开，金恩跟布拉的一个冲突，从刚才哦这个手肘到底有没有挥到布拉这件事情，现在冲突产生。没错，两边都是各一个踢了哦，所以。两边的教练都让双方先下来休息，静一下哦。对，布拉在场进场。哦，这是在前面的一个冲突，杰恩跟布拉，言语上。